现在是2011年12月9号，北京时间上午大概10点钟左右。我不能来参加我们肖班长的60大寿的生日，在此我来，向肖班长和所有的同学们，问好，祝肖班长60大寿生日快乐。来，我来，开瓶酒，为我们肖班长开瓶酒，来喝杯葡萄酒。来，我们的这个好好喝杯酒，然后祝我们肖班长生日快乐。现在我所在地方是美国亚特兰大，后面是我的寒舍，这个好，喝杯酒。来，老婆来给拿一杯。好，这是老婆跟我的录像。哎，别挡着那个音乐。来，我们祝这个肖班长，60大寿生日快乐。祝同学们，都身体健康。再干一杯，来，一饮而尽，喝，你也喝，老婆也喝，老婆也问问好啊。啊，祝肖班长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。不用了，活100岁就行了哈。对。哎呀，这个我多喝点，帮所有，给所有同学们都，祝身体健康啊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生日快乐。